为什么我会说拍打工有它的局限呢？因为因受伤的因原因几乎都在阳面，而不是阴面，拍打工只能够对付受伤的果，受伤的因原因的因在阳面，然后以经络来讲，先介绍一下，阴面有三条经络，一个走在前端，我画红线的叫做肺经，一个走在后面，这是阴面呢、哦，阴面的后面这条叫做心经，基本上它是沿着这边叫做桡神经下来，这是沿着尺神经下来，然后还有一条紫色线，这个出来叫做心包经，基本上它是沿着正中神经而来，这些跟手指会不会麻有极重大的关系，它们的真正的上游在颈椎的4、5、5、6、6、7之间的三条神经延伸下来的。刚刚我们说拍打工无效，是请看这个叫做尺泽穴，往前坐一点点哈。尺泽穴可能受伤吗？几乎没有可能。真正受伤的原因，它是被剥蚀了。受伤的增生在哪里？红色对红色，翻过来以后，阳面曲尺走疗的伤，才是造成尺泽不通的原因。如果你曲尺走疗不拨开，你的尺泽穴永远通不了，这个叫做前的部分，前面是肺经，终于比它比较容易通了，往下走了哈，还是有一点小问题。为什么？一般拍打工只拍打手肘这一段，却不知道要拍手腕。四身腕啊，国文老师讲话，手腕这边来，请看，也有三个穴点，这个叫做太渊，肺经的，接着是后，一定是前后中哦，后是神门穴，这是心经的，很重要哦，为什么？它跟你的意。多动脉从肱动脉到尺动脉有很大的关系，再来，正中央，使心包经走到这里的大陵穴，可是一定是这里受伤吗？这个可能性比较少，太渊受伤性不小，不太小，不太大，大陵穴受伤，也不太大，可是这里直接受伤可能性就蛮大，干嘛？万恶的，交通工具叫机车。万恶的运动，叫做棒球扑垒，扑垒，会伤神门，扑垒还会直接伤少海。理论上你乖乖的不要行动太快，乖乖的不要去玩那个危险的游戏。人类直立以后，这个穴点是被保护的，内侧是被保护的，偏偏行动太快摔伤了。所以阴面原则上不会受伤的，偏偏来这两个很容易受伤。雷残呐、啊，都怪雷残。除了他，除了他，事实上其他的穴点，都是伤点，在外面为多。来，刚刚说这边的太渊，不太会伤，但是伤的可能是这里，相对应红色，这个叫做阳溪穴。这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腱鞘囊肿的地方，听听我的排毒反应，所谓排毒反应就是指磁场的感应，为什么有磁场的感应？只要是活着的细胞，
它就是带电的。原本这里是几乎神经被压迫，不太能流动。透过这个手法拨筋之后，这一条桡神经开始活动了，所以这边汗开始飙了。我比你还先出现感应，因为我的气的敏感太明显了。所以请看到，我现在拨的是阳溪穴。阳溪穴的增生造成了太原穴的波石，所以请看到我说不但要拍，但是拍还不够，这么严重的纠结，光拍是没有意义的，拍得了什么啦？它是要拨筋，但是这个筋要拨阴面的太渊跟阳面的阳溪要对坐。基本拨开有看到我这一个对坐的动作吗？我不否认这是高级技巧。我也不敢否认，拍打工还是对普罗大众有点帮助，但是真正你说要通气瘀吗？不可能，只能说阴面这里很多地方都是淋巴聚集的地方，透过拍打让你的淋巴活化，我同意。但是我要讲说要解气瘀、解粘连、解尤其解决钙化，拍打工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拍打工就从来不针对阳面，像这个阳溪。好，接着做完前一定是后，后的部分就是神门的，神门很有可能自己本身也有伤，有可能反而是这里增生才造成这里的波石，没关系，还是得要两边同做，先做神门这边这边对不起阳谷两边对应是也就是阳面的阳谷跟阴面的神门，这个是要两边对坐，两边对坐才会松接着剩下中间那一条，中间的大陵穴也就是正中神经要穿越过来影响非常大的地方好，当我大陵穴被做的时候，感觉这边筋有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逐渐在松解的感觉哈，有哈，很明显的然后它却不能不解开它正面的增生点，正面的增生在哪里？这个叫做阳池所以你的腕关节的不对事实上要三阳都解开来腕关节才会对三阳哪三阳正好在手腕段，手腕这一段有前面的这前哈前阳溪、后阳谷、中阳池有没有发现三个都是阳更有趣的是一个是溪，一个是谷，一个是池它都在谷缝处，把谷缝处的粘连做开腕关节逐渐松掉换言之就对拍打冰面真的是无三小路用啊，无三小路用，关键是这些好当把基本粘连做开以后，你会发现稍微近一点拍，为什么我不买 iPhone 版使用者当呆子，他自己极度聪明，随时要拍出最好的颜色那不是我要的我要近距离的看大肠筋在疏通当中产生的色泽改变这条是大肠筋上去刚好就是这里的红色的部分前翻过来嘛拇指在这里啊大肠筋逐渐疏通接着前之后一定是后
后就是小肠筋，绿蓝色线部分，颜色逐渐疏通，逐渐变色，再来中三焦筋逐渐通，逐渐通。各位请注意，从腕指部，到腕部，到肘部，都已经颜色逐渐在改变当中，看到吗？我现在在解决有一个万恶的，待人受过的天井穴，这是往前跌倒必摔无疑的地方。好，连这个的阳面都解开了，接着转过来，你猜得到我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吗？刚刚在疏通，也就是刮痧，现在换阴面疏通的刮痧，一样也要前后中，刚刚也是红蓝紫，现在也要先来红，有正确拨筋之后，请看我的刮痧会出现一坨黑紫吗？完全没有黑紫，都只有红，这是正确的对待关节、对待粘连的方式。好，这边还有一些伤，我来不及去换图片，如果公布这个，我会另外，公布这里，的肌肉，这个拇指是曾经因为钝刀哈，这样插到了哈，好，这边还有一条大鱼际肌，这边有一个小鱼际肌。大小鱼际联合作动，人才能够握花剪，用剪刀哈，然后 OK， 这个逐渐疏通了哈，来肺经逐渐出来，逐渐肺经逐渐出来就是往外走啊，接着一定是接着后。后就是后面的蓝线，刚刚这里就在少海穴还有粘连，筋膜层的粘连松掉了，松了以后我们来看，它的心筋也是逐渐在疏通，这边些微还有些比较红，但是仍然不是紫，好，懂得拨筋之后的刮痧才有意义，看得到吗？逐渐红起来了，接着走中间的这条紫色线，就是心包筋的，也就是正中神经要出来的，也就是各位看到，我的手三阴是一片通红，一点都没有紫，一点都没有黑心，让我讲一句重话，纯粹拍打工拍到一片黑紫还洋洋得意，那是不对的，真正的关键是什么？阳面的增生要解决，阳面的什么要增生解决？曲池走疗，先解前再解后，小海，再解正中央的天井，让我动用这样子的譬喻，萧红慈为首的拍打功，导师叫我们拍打手肘的内弯，为什么？这是我的话讲法哈，内弯有好多漂流木，我们要把它剪干净。有一块漂流木，有一坨漂流木，出现在尺泽穴的位置，有一坨出现在少海穴的位置，有一坨漂流木出现在曲泽的位置，偏偏除了少海比较可能是货源之外，其实内湾的漂流木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坚石。有点冷哈，坚石有三块石头，正中央那个最大那一块，大概就算不是新竹人也知道，有一个青蛙石，不对，叫做天井石啊，这一块最大块石，
实际上去司马库斯的路上，河床当中，还有蛮大块的哈，这一块石头看到吗？这一个大凸点，除了它还有前后两个凸点，这个凸点的摔伤，影响到你的大肠经的曲池走疗，正因为曲池走疗的漂流木倒，这个木头倒下来了，才会飘到内湾的尺泽。这边树倒下来你不清掉，整天只知道这边捡漂流木是永远捡不干净的，所以这一块这边的倒下的树木要清干净。也就是原发点叫做什么？曲池走疗阳面。好，同样的前之后要做后，这个有点辛苦哈。来，也是一块小石头，这边，这个叫做小海穴。小海跟刚刚这个少海是相对的，恐怕3000年前就发现他们的阴阳对应的关系。对啊，阴阳互为表里呀，互为表里不只是三条筋哦，甚至几乎每一个穴点都有对应关系啊啊！3000年前就发现了他们是龙凤胎啊，一卵双胞胎哈啊，才会出现哥哥跟妹妹哈妹妹叫做少海一面的哥哥叫做小海原来他们就是一个挫伤的增生与剥蚀的关系，所以要这两个对坐，也就是小海跟少海对坐，那边小海，这边少海，小海少海，小海少海，小海少海，慢慢松了，你的尺神经慢慢就得到释放了接着最难的也来哦，青蛙石这是一个罪魁祸首，可是他也是代人受过往前一跌不由自主就会由他支撑，他就受伤了这是人类直立起来的原罪之一，人类直立起来的第一大原罪膝盖承重太多，第二原罪腰椎，第三原罪动脉上不了头要抗地心力，第四原罪静脉回流不了，第五原罪太高了，往下一跌倒就会一失去重心他就受伤了，其实还有第六原罪往后跌倒他支撑他也是往后跌倒的一个表征，所以很多人讲说哦，妈妈手妈妈手有很多时候两夫妻来我一边坐在这里就是哦，这就是标准的妈妈手，就是晚睡到症候群然后被坐的人马上就大发娇嗔对旁边的老公说，你看你看我帮你家洗碗洗了几十年洗成妈妈手了做老公很不服气说哼，我拿电钻比你辛苦千万倍，你看看我都已经出现网球肘了错本质上都是挫伤洗碗只是比较容易让你的尺神经发炎现象凸显而已，了解意思吗？好经过这边手三阴阳疏通的差不多了接着我就想要讲这三条神经是如何影响手部会发麻的发布状态